他会不会逃到这长生海冰殿里去了？先回去复命。若他真的闯了进去，那就是大罪。 都能抵过九重天雷，本座如何不能？ 我师兄当年登紫云台的时候啊，半盏茶未进，人家就已经回来了。像他这人，如此不堪，如此狼狈。是啊，九尘战神的确是万中无一。唉。 小仙灵犀误闯此地，扰了仙长清修，还请仙长息怒。仙长，仙长，仙长。 是鬼，你包上名来！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，你这么看我做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你别看我现在势单力孤，这外面可守着十万天兵天将呢，只要我一喊你就完了。 怎么，你还想打架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取我的法器，跟你斗上300回合，到时候打得你心服口服。你等着，不凶啊！
成天雷了，第八重了。这天雷老儿不会栽在第九重天雷上吧？那热闹可就大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哎，到时候八重天雷白受，颜面丢尽啊！而且封神未成，前功尽弃。玉峰上神，哎呀呀，慎言，慎言啊！第九重天雷了。天兽不是早就被封印在南天门前了吗？什么时候解封的？诸神让开，本座对付即可。你是谁？我可以解释的。果然有同党。这不关我的事。Fuck!
修。九成神尊，拜见神尊。就是战神九成，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啊？